介绍一下吧。啊，晶晶，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的同事，然后这位就是于途的女朋友，名字不用我多说了吧？不用，谁不知道？就是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？对啊，这谁能想到乔晶晶是我们所同事的女朋友呢？其实没有那么神奇，我和于途是高中同学。那你们高中情侣到现在？抱歉，我不是八卦，可以。没有，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有在好好学习，没有谈恋爱。就是多年以后发现对方都没对象，所以凑一凑就在一起了。神奇了、我可不信哦。比赛马上开始了，你过来干嘛？压力有点大，感觉今天不赢很难收场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加油，相信自己，老当益壮。晶晶。